上好，晚上好，晚上好，哟呼哟呼，晚上好，嗨嗨嗨嗨嗨，嗨，怎么每天换一个称呼是吧？什么？我吗？真的吗？谢谢你。晚上好。谢谢多吃感冒药的0.1分。我怎么不买个手机支架？我买了呀，但是它这边插电不方便。晚上好。真的吗？就是我们就是假装今天就是公演完回来，就是假装今天公演完回来了。什么手机支架比较好？我买的都是那种带补光灯的手机支架。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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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妈妈，我最喜欢的阿爷妈妈。那太早了，假装今天是五场公演，对，对，今天是那个下午场公演，对，聪明，妈妈，想妈妈，哎，龙龙，哎呦，龙龙怎么今天都没在我房间说话过呀？什么叫？是吧？我今天公演的造公演好好看呀，是吧？你说了再吃烤肉那没事。谢谢阴性的云哥的10个荧光棒哦，几点直播那没事，还切个小号来。让我们就是今天是下午场的命差，然后我就是刚忙完刚到中心，然后开播，对，是呀，整了个假发片来着。我能不能这个造型上公演？我觉得可以。我其实买了3种颜色的，我买了那个一个粉的，一个蓝的，还买了一个绿色的来着。辛苦了，辛苦了。好，公演辛苦了。今天，对，那个我们今天龙龙。我们那个今天龙龙也在战区 call 我了，对，对啊，今天就是因为我们命差下午场公演结束，我就是刚结束回来，对，我有耳洞呀，谢谢小溪的绿色棒槌，能这个造型出街吗？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的，哎呀。但主要是现在公演都没什么，公演前要排练什么的，没什么时间出街了。如果能出的话就出。今天没命差，假装一下。谁家周三五场开公演？我们就是周三五场开公演的，晚上好。跳公演戴耳环太不方便了，跳公演戴耳环的话要甩到脸呢。哎呀。
的大宝，十九四声有人什么呀？为什么呀？这都看不见我肚子。假发片也可以变麻花，的确。谢谢绿色的妈妈的，绿色的阿爷妈妈的荧光海，谢谢。的确，假发片也可以变荧光，你也能变那个麻花的来着。好黑，切个绿头看我。谢谢你的绿头，谢谢红米的0.1分，一来就给我送一个大礼。谢谢大鱼的奶茶，我发现就是我今天拿到假发片的时候，就是我看了一眼，它好像挺长的，我还在想我要不要下面稍微修一点，然后我戴上去发现，哎，它好像刚好，对啊，假发片还挺合适的，还挺合适的。就是我以为我发尾要修一下的，然后我发现我的头发长度竟然跟它刚好。谢谢来姐的端午龙舟，虽然还没有到端午节，但是先提前过了一样的了。太辛苦了，这周要跳好几场蜜茶。对，明天也跳一场吧，要不。这个视角怎么显得有点点胖呢？嗨。我发现我就算造型很姐姐，很一，但是我一不了一点儿。怎么不理你了？好，端午节快乐！谢谢于心的五彩神。对啊，这个衣服是这个链子就是衣服上自带的，我还挺喜欢的。就算圆脸，那不行啊！那万一……谢谢雨欣的端午龙舟，谢谢你的龙舟。今日加班去了，加油！加完班就可以放假了。我为什么不能看 B 站的艾特啊？为什么呀 ？B 站私下艾特我都看的呀，干嘛啊？真的是，这话说的。晚上好，今天是我的小金毛。我不确定隔壁看没看，但是上一期视频我分享在了我们命叉的群里面，并且大家都看了。又在我这里抓到阿青了，就是这个 UP 主上一期的视频我是分享在了命叉的群里面的，然后反正大家看得挺开心的。想看我扎马尾，我下周其实就准备那个大马尾、斜马尾的来着。谢谢丑九的荧光海，看见了点赞才进来，头好，不然怎么证明我看过？谢谢艾姐的荧光海，怎么就给你吓到了？这叫什么做贼心虚，不然你以为你艾特了我是不会看的吗？万一你艾特我是哪个骂我的呢？我扎一个直播拆头发的造型不行啊，直播拆头发了我下播怎么还视频翻牌呢？我也可以在直播前视频翻牌来着，那不行。对，不艾特也会自己查水表的来着，在半夜艾特我一些好吃的，
我直接把你拉黑。什么真的假的？就是我假装自己做的造型，假装是自己做的造型。我要奖励谁？谁都不奖励，奖励呢就你们就赚到了。我觉得这种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就不用说了。奖励你，奖励你们是吧？都知道我要奖励你们是吧？那我还就不奖励。既然都知道，既然都想我来，我想要奖励你们，那我就不奖励。好怪的直播间，这个直播间好像有点奇怪。好扁桃啊，是啊，好扁桃。阿泰姐姐，阿泰姐姐，阿泰姐姐 ，TT， 阿泰姐姐，什么什么坏女人，我才不是呢！太恐怖了，太抽象了，有点太抽象了。硫酸就是没有那个，就是。跟塔塔表白失败了，就要开始继续贿赂阿青了。谢天姐姐，不是辣妹，我是舔特。主打的就是抽象，都是你的女人，你女人真多，你女人比我还多，真无语。舔特。赵妈是甜特，来姐听见了吗？赵妈说她是甜特，到底是我的后宫还是？我不是，我跟尤可盈学的，是尤可盈教我的这个词。我觉得这个词也不是什么很怪的词，我就用了尤可盈教我的。哼，这是尤可盈教我的。我怎么都没把学点好的，尤可盈教的，他跟我说这是个很好的、很适合我的词，然后我信了。晚上好，我也特不了啊。但是我的确刚刚楼梯间遇到了于嘉伟来着，然后我们刚刚就是在吴伯涵房间就说谁谁谁在四楼，大家都在，大部分都在四楼，哦，大部分都在五楼，然后有几个在四楼，然后我跟于嘉伟说就我跟于嘉伟在六楼。对，我可以还欠了一个发电。我还有瓜妈吗？难道我一个花，我还能有瓜妈吗？我瓜不了一点儿。的确说的高，看得远，哪来的瓜妈？就我这种，就我这样，我还有瓜妈？就可以饭头欠我十个发电，张妈欠我十个发电，张妈。天哪，我觉得泥塑每一个小偶像，我只要，才不要呢！蓉蓉这是把这个现在的版本看得透透的呀。
我刮不了一点儿，不觉得我很姐姐吗？不觉得我今天造型就是很姐姐吗？哪里刮了？我真的是不觉得很姐姐吗？一点都不刮好吗？不过就是从妹妹变成了姐姐而已，一点都不刮好吗？嗯，无语。好乖，好乖啊！你才是小屁孩呢，不要以为你比我大，你就说我是小屁孩儿。我这不是尝试了吗？然后我发现我刮不了一点儿，我这不是尝试了吗？哼。晚上好，好乖哟，的确可以解，但是，在我觉得，只是很解而已。为什么公子菲菲了呀？我又没说错什么呀，我又没说错什么话，为什么公子就没了呀？晚上好。那你怎么发的这一条？我的三角呢？我的三角呢？我20块就知道去公园。你最好是想我，不是想小慈。其实也不是不行，因为我还在纠结我28穿什么的。毕竟只有直播穿过的衣服，但是又没有去穿过去上班，那大家会很吊胃口的吧？晚上好。三角生血搞不起赛的，我都没有516的三角生血，真的是。痛痛痛痛！得有散装，当然可以，当然可以，散装也可以。晚上好，我觉得我的身材怎么撑得起来旗袍？对，我16那个会儿还没有，但是有小五的三角。你信不信我把你的这一条截图下来发给小慈？真是无语，不要以为他们今天去剧场了就是看不见你。可以，那我28号就穿这套。什么？还有三角生血？哪里有？我要三角生血。你不怕？哎呦，我好羡慕他们提前可以，他们看总彩，他们感觉就是四舍五入提前看了一整套公演，哼，脑子里已经有画面了。散装只差一套的 set，三角的 set 是4张的吗？还是2张的？我不要了，我命上的师姐拍的好丑啊！什么时候拍？什么时候拍新的圣贤啊？对，我是名花要跳的。什么？我穿的像地友？说什么呢？我怎么穿的像地友？说什么啊？六。但是好像这一套的确很地友，好像的确是有点像的。不是，我是。人家是正统，不是正经的小偶像，人家是正经的合理的小偶像，我是地上偶像。我急了，怎么这个位置太对了？下次的 call 是不是就是下
下次的 call 是不是就是喊我去丢了？下场 call 如果有人喊丢欢迎我，那一定就是阿言，一定就是我的妈妈喊的。无语，无语。唉，怎么一说地有这么多人啊？怎么一说地有就这么多人？为什么？啊，行，找人给我代扣，没问题。好无语啊！天哪！啊，小小的手术舞到现在还没有搞明白。扣十句，我谢谢你啊！让右站的一起扣是吗？现在开始想下场整什么活？六，好发给我，我太需要了。他很标准的，可以，可以。但是为什么是他的最久的那一个切片呢？等一下。我是一点四万了，但是我没学这个呀，我只是看他发疯，我又没学手术，又没学。哼，我学一下，你都看会了，我还不会。待会儿看我阿弟吧。对，我和标准就差一瓶脉动，那我觉得我还是不要标准了吧。嗯，豆豆，啊，说起来我晚上的时候吃完饭的时候去武汉房间，然后我看他，我进房间，进房间的第一感觉就是太有家的感觉了。什么？我发 KPI 的时候有三角函数全套。CKG 的公演好看，你跟我说有什么用？关我什么事？哼！哦，我发现我这个视角好像眼睛好亮啊！天哪！对，他这个感觉我眼睛好亮，キラキラ的。发三角函数整套公演的练习室，我还没学完呢，我还没学完呢。谢谢阿姐的两个绿色棒槌。眼睛一亮，下一秒就要哭了，然后下面就哭鼻子了。那今天哭哭是什么原因呀？我不但会跳三角，我还会跳那个之前的，还有什么之前的几套公演，其实，美丽世界其实我也会跳，但是那个时候，说真的，美丽世界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还没有公演直拍嘛，然后我那个时候都是自己看着那个公演现场，然后镜面来学的。最后的钟声，那个时候画质更差。重生计划我会，重生计划我还真会。
十支箭有几首我也会，但是因为那几首就是我基本我学公演曲都是对着那个就是最近的公演是这几年的公演有 fold 的我都是看 fold 的，然后没有 fold 的我基本都是自己扒公演就是镜面，然后那个镜头晃的。胸口动力的确，我这里因为过敏。剧场女神，这也太久远了吧？那个画质有点太糊了。十支箭来教我跳六，下次公演可以跳十八闪吗？十八闪那个时候，但凡有 fold 的话，我肯定会学。遗忘的国度，遗忘的国度不会。怎么了？哎呀，水煮肉片，好久不见呀！虽然好久今天才见过。对，我可以看，就是只要有 fold 的我都能学，但是没有 fold 的我只能自己扒公演。而且我现在发现了一个比 fold 更方便的东西，就是有个 VR 全景的，这个比 fold 还方便。我要。晚上好，一流的名叉，我要。哦，对，我推好温柔，你爱屋及乌，天哪！那主要就是因为一流值得啦。对，遗忘的国度可以看 CGT 的。好的，没问题。哎呀，别说了，我那个时候还不知道，就是公演，就是我那个时候，我其实现在的刘海已经从这儿开始剪了，我的发际线在这儿，然后我已经从这儿开始剪了，就是我根本真的，我头发是有的，但是它太稀了，真甜，那必须的，谁会拒绝一流呢？广巴的公演看过，我没哭啊，我头发也少，头发少得很。谁说我头发少我就不乐意了？谁说我头发少我就不乐意了？对，今天有工作，今天是下午场的命差，然后我的是今天的这个造型，对，谢谢。SAIC28 的绿色棒槌，谢谢你的绿色棒槌。VJ 也看过，广巴的几首原创都看过。啊，公演辛苦了。对，为什么是棒槌？因为这是绿色的棒槌，所以它是棒槌。对，今天是装作公演下直播。对，今天就是大家公演辛苦了。对，我们来，对我们机长，对，就是今天工作辛苦了。对，辛苦了，对，辛苦了。对，今天是下午场的命差。对。今天公演了，今天是下午场的命差。凌晨场，明天跳个凌晨场，看了吧？今天下午的命差都看了吧？记得没看的记得去看。今天的 MC 四也很有看点。谢谢龙三的玫瑰花，辛苦啦。好的。我敢跳凌晨场。今天下午的命差结束了，然后对今天的曙光我也蹦得很开心，然后今天的 MC4 特别有看点，一定要去看。
我怎么进全场 C 了？哦，对，我今天跳的是双生花，我今天跳的是双生花。啊，我跟尤肯跳了一点点，是吧？在潜水湾看见你了，你来错地方了。我跟尤肯跳双生花了。每一跳都在刺痛所有人，是的。今天我那个下车上班下车也撞车门了。对。我说实话跳你，我说实话还跳你机长了。对，待会儿下播记得去补档。今天的命差可精彩了。我被经过的所有门踹了，我还被剧场的大门踹了，是吧？我今天我被侄女踹了，我被我自己踹了，侄女来喽！什么时候再开火车？今天信号也是扣的最大声的那一个，辛苦了。哦，对，谢谢龙龙今天送车给我送的一大束玫瑰花，谢谢龙龙的999，说都说了，谢都谢了，你会不会给？不会不给吧？侄女来喽，侄女来喽，还真信了，没有，今天没有公演，今天没有公演，就是我们在假装今天有公演，对。谢谢刘三的99分。我今天被我自己踹飞了。塔塔要送我夜蝶，塔塔夜蝶，我想看见两个蝴蝶，两个颜色的蝴蝶在飞，塔塔，塔塔，不会吧？真的吗？塔塔要送给我，谢谢。丑九的凤滴，谢谢。什么分？刚出道不是刚刚出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你就打开你的礼物栏。今天 Fire S N H 的时候扣的是 Fire X， 谢谢这些保安的绿色棒水。每一天的 Fire S N H 不是都扣的 Fire X 吗？鸡腿不足，怎么会这样？这样，打开你的那个鸡腿充值栏，输入648。谢谢刘三的生日礼物，好，祝我生日快乐。少了点吧，还有吗？我可不敢在 MCU 这样，要被扣工资的。为什么你的口袋没有打分？那一定是口袋的问题。不是钱包的问题。从第一场开始就全是差。谢谢楼三的绿色棒槌，它的确是绿色棒槌，它的确是绿色的。我可不可以直播公开？当然是不可以啦，毕竟我扣的工资你也没办法给我呀。对，张一婷那个27选剑指第一，27选。没关系，这种时候跟着一起喊就对了。其实因为我们台上在很努力的喊 SNH， 然后喊到最后也放弃了。啊，我22选就毕业了，是吗？啊，我22选就毕业了，27选我该退休了吧？我续约。我续约。不对啊，我已经到30岁了，我跳不动公演了。
的八十，对，我跳了八十，对。我续到二十七血，我二十七血剑指第一，发给他，相信公司二十七血的时候还在，那个继续的就是很巨越发的繁阳这个繁荣。谢谢蜜柑的两分，谢谢祝你。谢谢那个蜜柑的三分，祝你就是度过一个美好的夏天。 Nice， 就我话最多，待会儿叶总美好不良一点。没关系，会很美好的，合理的夏天会很美好的。谢谢雪碧的 N2 别太爱吧，能不能叫你姐姐叫什么，你叫你姐姐叫三十岁，不，我到三十岁我转服装部。哦，到三十岁我转服装部。我这辈子一定为四八拼命吧。对，三十岁我就转到服装部去帮大家拉拉。三十岁去服装部帮忙拉拉练，真不错。别人想着去影视部，哎，我就不一样了，我去服装部。我三十岁以后，我去服装部帮忙拉拉练 ，yes。五十岁我干到退休。我在八干到退休，五十岁还能当剧场的阿姨，退休了再返聘。点餐阿姨，对，我那个，对。六十岁去握手会掐表，对，我那个五六十岁我还能去帮剧场扫地。你想去剧场拖厕所？其实不拖也罢。那个时候是舞女学会了，我都还没会呢，不行，我要现场学。让我们来看一下。算了，给小五留点面子就不看他的。为什么想去拖厕所？找一柳啊，可以啊，找一柳。哎，我刚刚听的哪首歌来着？哎，我的歌单出了问题。坏手，坏手什么呢？哦，刚刚是重力呀、啊，啊，重力后面是双有效。我如果哪天上队伍公演的话，我会提前说的，所以先不用问我。如果哪天我会上，我会提前说的，所以不要提前问我。因为我也不知道，如果我知道了我会提前说的，大家只要关注我的口袋房间就好了。哪个队 team T， 哪个队 team T， 对对 team T。
哎呀，别问了，我哪天要上我会提前说的，我会提前说的，别急，我哪天上我肯定会提前告诉你们的啦，别急了。哼，谢谢，喵记得 GQ。哼，我是替不替罪的，真的是。提前半个月，我自己都是只有提前一周能知道。我提前半个月告诉你，哎呀，主要我自己也是。提前一周才知道，因为我现在还不是正式成员嘛。为什么不是 P 队？哪来 P 队呀、啊？哪个分团有 P 队呀、啊？哼，我为什么一定要去分团啊？哼，你先别急，我知道你很急，但是你先别急。剧场阿姨，我前推，哇塞，真不错！怎么还有提隔壁名字的呢？怎么还有隔壁的呢？嗨，狗蛋，哼，哦，硫酸宝贝，宝贝都喊上了 TTA，谢谢狗蛋的 BJ，我别太爱了，我没有，真是无语。哎，我好喜欢我的这个发片呢，我又磕到，对，我又磕到了。对，60还要去剧场看扛箱子，60我就是去那个剧场，就是站在台上扫地的。对啊，粉丝发片。怎么就好傻了？怎么就好傻了？我看着岂不是很聪明？我看着难道不聪明吗？谁说我不太聪明？谁说的？谁说的我不太聪明？哼，说我不聪明的那个人自己一定也不聪明。就是，对啊，我看上去很聪明啊。我看上去聪明，怎么了？实际不聪明是吗？我才反应过来，看上去聪明，实际上就不聪明了是吗？我才反应过来，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什么意思呢？但也只是看上去，这是什么意思呢？45度是多少？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仅限于看上去聪明。但凡我只要不开口，只要不动嘴，那我就是。聪明的，3/45是多少？2/3吗？我不知道，我乘法口诀都背不明白的，别说了，真的是我都，这，是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个当代大学生是这样的，那个当代大学生是这样的。哼，当代那个9×9就是999分，谢谢那个谢谢我们这堆保安的999分，对，谢谢口蛋的 CKG，哼。我只能做零了呀？为什么？因为我没有答出来，答案是一的，我就只能做零了吗？这不公平！这狗蛋干脆全部送一遍吧，算了。
怎么说呢，我的初中数学常年不及格，我的高中数学也常年在及格边缘，我的不要让一个已经高考完的孩子，不要难为一个已经高考完的孩子了好吗？我的大学还没开始，但是我觉得我的大学应该数学也好不到哪里去。数学真的要我的命。祝我大学没高数，什么这么什么东西这么大声？服装设计应该不会学高数吧？我不确定。微积分的快乐我想象不到，其实我也不是很想想象了。英语倒是没关系的，你差点进我。服装设计有高数啊，那是我室友。英语只要靠背的我是没事的，但是但凡只要动脑子的我就不行了。路过看看，这不得点个关注，来都来了，这不得点个关注。不要数学，不要微积分呀。我在疯狂跳我的视角，不知道的。谢谢酒窝上的奶油的玫瑰花。来了就看看，对，来了就看看，说不定就推上了呢，说不定就是觉得我很有意思呢。虽然我就是，你看看我就看着这么聪明一个人，看着就很有智慧一个人。虽然跟这个现在的直播间的评论区格格不入，但是我至少看上去很聪明。我诈骗什么了？下周三没有下雨，那就好。对，就是我看上去就是很智慧的一个人，看上去智慧就行，就是别让我开口动脑子，我就是一个很智慧的小偶像。什么鸡腿片子什么呀，什么东西啊，你不觉得我一个看上去就是很清澈的愚蠢的人，我怎么会有坏心思呢？我这种眼神里透露出的清澈而又愚蠢的智慧，谁骗 flag 啊？明明是喵子自己说要给我带 flag 的。谢谢拉姐的77个绿色棒槌，谢谢你的绿色棒槌 respect。 7月5，你明明是喵去自己跟拉姐说要给我带那个端午节的 flag， 然后还是什么1:1追加的那种。谢谢喵去的 G， 看吧，喵去甚至还送了荧光棒来表达他的真心。昨天聊着聊着发现鸡腿没了，这不是我的问题。1:1多少？那个。喵去给我1:1那个一个人头追加总额。大爷对我确定了呀。真不错，谢谢喵去。喵去要1:1。别呀，记得私信拉姐。1:1无上限，对，喵子1:1无上限追加总额，对。谢谢喵子。
他快要结束了。安全抵达，好的。我播到几点？你想要我播到几点呢？如果你不想见我了的话，我也是可以现在就下播的，宝宝。当然，如果你想要见我，并且再多给我表达一下你的诚意的话，那我觉得我是可以播到很晚，播到你睡觉的。怎么就走了啊？什么？几个意思？几个意思？几个意思？怎么就啊？我真是，想让我现在就下播是吧？我还就不下，我播到十二点，我就不下。哎，我就不下，我播到十二点，我就不下，我就不下，一个都别想换，一个都别想换，无语，一个都别想走，播到十二点，一个都别想走。一个都别想走，合着还激将法。好过分啊。播到早上八点，怎么不播到我去公演那一天？谢谢楼酸的暗夜向南，播到零点直播包粽子。拜拜，拜拜，下个更乖，去哪找这么乖的？直播到我下周公演是吗？好坏呀，好坏呀！什么叫也不是不行？播到28号，口袋前面那么多，喵子flag那么多，随便追加一个也好啊。那我不感觉被钓鱼了，感觉被钓鱼了是怎么回事？别逮着你号，这不是鱼星去加班了吗？那我总不能再逮着露露在后吧。龙龙，你要龙龙来都来了，谢谢失踪了的小黄的玫瑰花。直播过24小时，从几点开始到24小时？龙龙来都来了，谢谢阿言妈妈的奶茶。行啊，1:1，那你记得找垃圾。也不能总逮着你薅，但是谢谢大家记得999。从中午12点到明天12点，天哪，我一个人都没薅，我谁都没薅，我还没开始薅呢，这还没开始薅呢。下周出节目不一定，因为现在公演前要排练，所以不一定出节，没时间。你会发现我们大家都不出了，因为没时间要排练。明天每个人都是1:1，电风扇也要给我1:1吗？不是，只是我的歌单循环到了这一首而已。我的歌单是根据公演的专辑来分的。2个人1:1是不是就无限循环了？的确，谢谢小麦动的绿色棒槌，谢谢小麦动的999。没关系，我在静安打的算盘，你在普渡，我听得见，那也是正常的事情。怎么了？怎么了？周周有2场幻境啊！羡慕可以上公演，羡慕可以上公演。
第一会儿电台。嗯，好吧。嗯，对哦，向日葵呢？我已经成年了，但是我入团了。我们来听命叉吧，我们来听命叉吧。哼，等一下，让我找找，怎么都要去隔壁读一下了？怎么都要去隔壁读？怎么这样？刷粉丝陪加班，是的。我不但会抠文，还会握他衣。但凡如果我没有入盒的话，这不太好，这不太好。怎么可以听你命差呢？怎么可以听你呢？不可以。对啊，握他衣我会，但是很久没打过了。什么第五选手？天一国。我们来听，全是在后面舞的，笑死。剧场台下打过他以前有，但是好像现在没有。打一下腰疼一整天。对，插曼经常玩，但是以前玩这些的已经转移阵地了，好像。在运动会打过他，哇哦！哼，对，都转移阵地了。明年看我寻思我还没毕业呢，我不进团我也不会战区的。好的，去吧。啊，无语，怎么找你看地偶？怎么还有让我去地偶的呢？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啊？高中还有偶像研究部，天哪！怎么你们都去约了看地偶了是吗？啊！跳地偶下面全是叉，的确。谁啊？设计打歌服找我呀，我可以帮你那个画草稿，虽然我还不会做，但是我会画草稿，那个收费可便宜了，只要一个999，实在不行那个九个发电也是可以的。安姐，你这句话放在房间吗？我帮你设置精华广告，我也免费给你上一会儿吧，要不。谢谢龙龙的999分，说都说了，你不是不送吧？我画个应援服可以啊，我画的应援服你们会做出来吗？我没有眼影，手机给我自己点，可以啊，那个你下次握手会来找我，你让我给你，我帮你点。我画就买，行，我待会儿下播我就去画，我今天晚上就画，行，给你们省了约稿的钱是吗？真是多，有免费的美工，我的确可以，我甚至还能自己设计小卡，还能。是我甚至可以自己设计票根。
我倒是不会，但是衣服的版型我没有，我可以画上面的图案，但是我不会设计版型。那肯定是短袖啊，我肯定做那种最普通的那种短袖呀，因为我现在服装设计还没学呢，我都不会设计那个版型什么的，还不会。什么东西？这里招美工？什么东西？要收费的好吗？Leo 这个，要不是我看见他没有特效，我就信了。好彩一小偶像，美工都要自己做。差点听不见我直播。嗯，我不是松江那边的。跳，继续跳，继续跳，在这跳，让我看着跳。我检查作业，是这个动作吗？跳大舞。还挺有节奏感的，什么确实什么东西，这叫前辈检查作业，万一他跳的就是我的站位呢？点评几句，让我想一下，马老师一般会怎么评价人？我在看人，我在看。怎么这就磕起来了呀？像个木头人。他们说的不是我说的。前辈是这前辈，正不正经就不知道了。这叫
检查作业，就是在叶总给他们考核前，提前就是先过一幕一遍，就省得让我们叶总看得开心。对，这时候他不会，这时候还没学，没学，这时候他们还没学，他们在慢慢的学命查。我们那时候命查，哦，我们那时候命查学了一个月，天哪！我来，没有了，你来，你来，你来，那个战区位置让给你。端午节还要上班呢，天哪，辛苦你了，辛苦叶子了，还好，可惜端午节辞了呀，叶子怎么昏过去了呀？三场就会跳了，你厉害，你上台。跳的给你们看看，我其实艾克斯号和最后那首唱的都是原版的歌词。多少？哎，可以啊，赖姐，多少那个剧场门口跳现场舞可以啊。下次互语握手可以，可以是可以，但是我听得懂，但我不太会讲。室友新来的肯定就是这个，学都在学了，不太会换了吧？什么叫不会跳？几个意思呢？笑死，还有扣声。27都已经命差神龙了，所以龙龙27要进来吗？如果27还要继续学命差的话，阿青会进来吗？阿青，27你会报名的对吧？27你会来报名的对吧？对吧？你一定会报名的对吧？相信你。可以啊，赖姐把这个 flag 带上，你就先就是你这个 flag 你自己先带上，对，你先带上，对， flag 先带上，说不定呢。让隔壁劝还有可能，隔壁也不会劝的，我毕竟我只劝看得不爽的人进团。我没有呀，你自己说的，你要你自己说的，你要。带这个 flag， 那开实习证明，开的，剧场门口卖粽子，谁带了剧场门口卖粽子的 flag？ 那倒也没有人去看不爽啊，毕竟我好像到现在只劝过那些小零件进团。哎，对，我好像现在劝的都是小零件，怎么会这样？玉米瓜，你要进团吗？玉米瓜，你进团吧。也不是啊，我现在好像只劝了小零件入团。刘森，2个月12期很快的，快来进团嘛。小林姐是的，小林姐有几个长得是真的好看，所以你们要入团吗？我好，算了，还是别入了吧。到时候全都入团了，谁给他打分？谁给小五打分呢？天哪，叶子真会说话。我也没有处处劝人入团了，我是小林姐加溜溜球，怎么了？我没有劝我的粉丝入团，真是的。这时候，对，我这时候好像就是在你眼前。
没有啦，龙龙和鱼鱼我是一起劝的。想背向偶像，填就要先填向偶像。哦，谢谢你，所以你对心雨也是这样的吗？所以这就是你天天在心雨房间填他的原因吗？原来是这样呀，叶子。哎呀，不好意思，我又阴阳怪气你了，真是不好意思呢，叶子。哎呀，真的是很无意间的了。哎呀，不是故意要阴阳怪气你的啦，只不过你说的这一句话就是把自己给那个搭进去了啦。啊，没有那个椅子发出的声音，对，只有付费才能不被阴阳怪气。对你来说是这样的，可以整首安安静静的看我。对哦，蓉蓉和 Leo 都是这首歌，好像我都在你们眼前。对，他俩的 CP 名叫鲤鱼龙珠，鱼龙的确，龙姐成 CP 名了，我待会儿就要去跟龙姐说。天呐，太甜了，龙姐成 CP 名了。龙姐可能怎么也没有想到，她的名字有一天会变成 CP 名吧，而且还是四个字的，你们准得起飞。下周六连干，哇哦，不错。今晚翻牌不见不散，好的，我这就把翻牌价格调高。下周你们开火车可以，妈妈给我也带一个，妈妈爱屋及乌。怎么了？你们是带了那个剧场门口包粽子的 flag 吗？哎呀，叶子，你是要包粽子给新宇吗？哎呀，叶子。这是什么特殊罪名？倒也不是啦。真不错！哎呀，我感觉我好久没有听见《钢铁之翼》和《池中花》两首歌了。下周终于可以跳真唱了，太棒了！你包的粽子，我其实是可以吃的吧？他有毒吗？他没毒吧？我发现我前推成长计划，臭豆腐，走开啊！不要啊！不要味道很大的食物啊！不要啊！我感觉我好像很久没有跳过《钢铁之翼》和《池中花》了。以前是有，好像现在没有了耶。我跳过吗？钢铁之翼我怎么会没跳过？现在跳，想得美哦！现在舞蹈房好像满着呢。现在，因为现在就两个舞蹈房，然后大家排练都是挤着的。是中花，是中花，这样也好听。就在房间跳，提前教我室友跳《池中花》哦，你们会《池中花》？提前教我室友跳《钢铁之翼》是吧？他们总裁完了，好羡慕他们可以去看总裁。后退棋离开始，你是被你懂完了，打个车去剧场跳啊，哦？他们总裁完了，我现在去剧场跳是吧？我真是无语。无语了，喵岁怎么 N 也看呀？原来我们上一场 MC 四说，哦 MC 二的时候说的端午节在战区的人就是叶子吧？不会吧？啊呸，不会就是喵岁吧？不会吧？喵岁怎么还看 N 呢？天呐，哎呀，叶子被无辜 Q 无所谓了，反正我也要阴阳怪气他的。羡慕看首演，羡慕就是。不像我，只能在屏幕前看。端午节只有我在屏幕前。哦，去别的队刺探情报，然后让直播间有点素材是吧？我懂了，我去 VIP 室。哦，不过，哎呀，
他们应该能去，我应该去不了。我们另外几个，他们几个好像就是今天要去看总彩的那几个，好像首演也能在后面看，好羡慕呀。端午节就是明天啦，那我们明天直播吧。明天直播吗？那我们明天就不播了吧。下场你就不收红包了，你要染回来了吗？也亲戚，只要我脸皮够厚。哟，对啊，他们都说了，直播包粽子，我们这里包了，没有能煮的地方。明天给一六送礼物，那我呢？我不会，换个不非主流的颜色，换个我这个粉毛吧。等我回家呀，我就播，谁要给别人送礼物就播。我25号家里吃饭，然后今天几号？明天22号。等一下，我好像对25号家里吃饭，我24号要回去。晚上好，不行就播。那个车的确位置挺多的，明天小猪又播的，那我也播怎么了？真的是，我想去拿东西。怎么闻到一股焦味？你现在把这个电是这个发出的焦味吗？那没事。那个车好像能载21个人左右，能装20个，能装。它不是苗条，它是酵素果冻，它不是苗条，但是如果把它当做苗条也是可以的了。减肥的酵素不好，好吃是好吃。对，我就是过吗？是吗？吗？吃了不会，无语。饭后吃的，饭后吃效果好。想得美哦，对吧？不过很可爱。没有，我今天吃晚饭了的好吗？一看就是没有关心我口袋房间，我明明都发了我今天吃的晚饭都没有看，就是的。对啊，一点都不关心我。看好吧，是吗？看到了，看到了，图片被我的文字消息淹没了，天哪！别奖励他宝了，他宝只是忘记了。我话有那么多吗？我好像还好吧。我废话很多吗？我人还怪好的呢。谢谢西蒙兔兔子的五彩石，谢谢西蒙兔兔子的暗夜香囊。下一个是不是就是龙舟了？啊，我好久也没有跳星光了。一般不就是这三个连在一起的吗？谢谢绿色的阿爷妈妈的蹦迪，谢谢丸子的五彩绳。别下一个呀，下一个不就是龙舟了吗？龙舟，西蒙，
我才不是，我说的都是，不是废话。谢谢阿爷妈妈的荧光海。好了，下一句就是我又是鸡腿骗子了，是吧？谢谢喵子的暗夜香呢，别呀，出给我吧。现在威胁谁都没用了，那没有，只是免疫了，可能要换个方式。怎么了？我又开始鸡腿骗子了，是吧？我真无语。骗鸡腿大盗，骗子不够了，甚至骗子都不够了，天呐。太过分了！收拾二级号，给我的绿色的妈妈一个，给我的绿妈妈一个收拾二级账号，她就不用在我这里养成了。更要念反诈中心了，让我来念吧。天呐，我们妈妈在我这儿开号刚开了半天，已经四级了。我没有，干嘛？干什么？怎么了？真的是，这怎么能叫骗呢？这怎么能叫欺骗？这怎么能叫诈骗呢？真是的。我师妹还在吗？我不知道她今天有没有来看哎。哎呀，我的妈妈甜死了，半天就四级了，我真的太爱了，妈妈太甜了。明抢，明抢的话应该是这样说，明抢应该是说就是谁谁谁我要什么什么什么，这才叫明抢。哪来证据？干什么了？张一婷什么都不知道，我说一个，我不说，说了就录屏截下来了，毙了都不知道你们想干什么，羡慕什么？对，同意的送一分，不同意的送九分。张一婷是大聪明，同意的送一分，不同意的送九分。嗨嗨，please，please，明抢是握手会抢手机，粉丝手机给自己投，懂了，下次握手会我抢你手机给我投。哦，对哦，我娜姐还欠我一个皇冠，要不说了我就忘了呢。我回去就把这个直播删了，无语。这个大头贴是我的托吗？倒也不是啦，龙龙，你觉不觉得就是你觉不觉得自己就是比鱼要帅？觉得的话你就给我送一分，不觉得的话你就送九分。被我玩会了，哇！被我玩会了，被我学会了。下次你来凑凑可以换，我不刻薄你们。头都凑了，这不带一个 flag 吗？这其实也是可以的了。开始明抢了，我没有。别不参与呀，干什么了呀？我怎么我能用什么坏心眼呢？张一婷能有什么坏心眼呢？张一婷什么都不知道。明抢私笑一下，什么龙龙的余额不足了，要去给我送给我那个充值积分了吗？谢谢龙龙，既然你说我谢都谢了，那你不会不给吧？啊，亲姐姐，不行，小鸡这么说了，明天没人了。待会儿我直播间也没人敢上榜了。好耶，电影结束了，什么电影？西九烧烤是真的火了。是的，你的水晶，所以下场有水晶风吗？有的话，松鼠怎么还在这广告位呢？
既然松鼠是熟人的话，我们给个朋友友情价广告位，一个什么呢？广告位999，熟人的话999吧。我要保证销量的，对，所以熟人的广告位的话，就一个那个熟人的广告位，那就一个马卡龙吧，要不？和一个999，广告位是要收费的，看在大家就是都是朋友都是熟人的份上，那就一个马卡龙，我帮你宣传你的广告位。涂的什么？这个是那个青草膏一样的东西，舒缓膏，这两天被蚊子给咬的，那蚊子一口 一小口咬的。这就开始准备冬天了啊！行，拜拜。这就开始准备冬天了。怎么？什么？西蒙冬天要给我投一个 solo？ 谢谢西蒙。但是让我们先过完夏天吧。蚊子咬的包是真的狠。谁微信刻薄你了？谁啊，叶子？你告诉我谁微信刻薄你了？我帮你刻薄他，我帮你报复他回去。怎么可以这么过分？没有，这不是青草膏，这种那种舒缓膏，它比它那个就是能止痒，但是效果肯定没有青草膏要好。青草膏那肯定是粉色的。哦，是塔塔吗？是塔塔吗？如果是塔塔的话。他刻薄你什么呀？什么希望给我投一个剧场门口 solo 的 flag 是吗？西蒙要给我带那个剧场门口 solo 的 flag 是吗？我的房间里也养了一只蚊子。塔塔刺痛叶子太正常，你也被刺了，他刺你什么呀？哼，我家女犯想给你打电话让你骂她，是小金吗？这个团教会了我挺多的，毕竟一个月我能学到这么多，某种意义上来说我的学习能力还是很强的。哈哈哈，他在刻薄你。我要说这是你应得的吗？还是说，天哪，怎么可以这么过分？太过分了！摸摸抱抱，你要听哪种回答？貔貅，貔貅，貔貅，貔貅！我怎么什么都知道？我就说明咱们的学习能力是有的。貔貅，别走呀！你要给我投999的话，就赶紧就投呗。我刚好现在还能直播，谢谢你呢。塔塔录了个视频，把你头发，你跟他在一块儿吗？我的粉丝群开始相亲了啊！我推直播了，他是电台吧？怎么就吓人了？他是电台吧？虽然我以前是粉丝，但是我也不关注饭圈呢。没吃，去吧去吧，待会儿记得回来哦。怎么隔壁主播就没人了呀？很好，真不错。隔壁直播这里就没人了，说明什么？
说明他们薅你什么不回来了，去看我催了。我在思考为什么，说明隔壁没有 PV 九九九，我也没有啊。搞得好像我就 PV 九九九的一样。貔貅怎么还有个小号？懂不懂我粉丝的含金量呀？懂不懂我粉丝的浪的含金量呀？老把你掏出来卖，谁要跟你卖？这样，阿姐，就是以后谁说要跟你卖，你就那个，你就去收费，你让他们带 flag， 跟你卖一次，让他们带一个 flag。回个消息哦。金主角术后一溜头发配色，我这边再戴一个就一模一样了，它是假发片来着。我回个消息。我去回消息了，他知道他记得回来。他记得回来，他记得回来。唉，隔壁打个卡。对你前推问的好啊，你。对一下。真的吗？心里你还只有我。到家吃完杨梅了，我也想吃杨梅。现在是到了吃杨梅的季节了吗？好像大家都在吃杨梅。马上过期了，天哪！我明天想，我在想，明天要不要？吃个粽子，上次吃不甜，现在吃应该刚好吧。杨梅要那盐水泡，好的。杨梅好，杨梅酸酸甜甜的那种，其实还挺好吃的。吃个小的粽子，是的，我就打算吃个小的粽子。那我要，哎。周六家里吃饭，我周五回去，我周六早上回去。杨梅吃多了也会涩的吧？不。浙江好多，从小吃到大，天哪！豆豆，我又想起来，我跟游客营两个鸽子，我们从
上周公演结束就约了去超市买食材啥的，然后大家都特别的割。发现去超市不如点外卖，都可以为了不让我炸厨房，他真是太贴心了。没有啊，我就是想买些白菜，还有那些就是火腿，自己可以煮泡面，买几个蛋可以自己煮泡面吃来着。又可以为了不让我炸厨房，他太贴心了，天哪！我们房间是不能弄电磁炉这种东西的，但是可以用那种宿舍的小锅自己煮。我们的食堂还没装好呢，还没有食堂呢。什么时候看我做饭直播？我们不能在这里做饭。但是可以用宿舍小锅自己弄。什么叫又送我临期食品了？他自己都没送我食品，他送给他的隔壁的十九七妹妹了吧？估计。什么叫有新欢了？那我哪年才能把那个发电吃回来？我也想知道我要什么时候才能把那个发电吃回来呢？你跟谁卖？他们说南柯呀，关卡是好磕。不能用电磁炉，没说不能用火柴，你是懂的。塔子跟谁卖都好磕，非得卖吗？是的，原版的音源。怎么这么百搭，跟谁都可以卖。下星期来成都，为什么？下星期我没有公演啊。在班里玩火柴不怕被教导处吗？拉姐今天是怎么了？有没有人关注一下拉姐的精神状态？你还知道回来呀？天哪，还知道回来呀？拉姐太高冷了，上班时间给她打电话只说了两句。有没有一种可能，你是在上班时间给她打的电话？那当然只会回你两句话了。嗨，刘三。笑死，不知道可还行。哦，硫酸回来了，隔壁好看吗？隔壁没意思，都没人说话，怎么会呢？隔壁被卡住飞船了，怎么了？小自己打电话问赖姐这个问题，那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骂那个，只言两句，说了两句话，还有一句是滚。赖姐天天演你，你跟赖姐说什么了？她演你说的隔壁是伍博涵，因为伍博涵是我以前的隔壁，然后在我这里他的代号就是隔壁。你打字问了他，你是真的欠。
谢老师每次打电话都吓你一跳，他好喜欢打电话呀。你也给我打个电话，那是最吓人的。其实去隔壁也可以不用跟我说的，直接去就可以了。因为我发现如果大家大多数人都不在的话，隔壁又开播了的话，我会很自觉的认为大家都去隔壁了。谢谢小麦冻的绿色棒槌。大姐怎么会演龙龙呢？一流的水珠还在门上呀，当然还在了。我还有一流的手幅呢，一流的手幅也在我门上。然后今天楼下的办公室的姐姐看见我就问我是不是跟一流住在一块儿，我说不是啊。然后那个办公室的姐姐说，因为她看见我的房间门口贴着王一流，她以为我是跟一流住在一块儿的，然后她问我是不是喜欢一流，然后就是问我是不是一流是不是我那个崇拜的前辈。我说你怎么知道？对啊，柳蛋的手幅没有，因为我贴了那个卡了一个网友的手幅上去，因为门口不能贴东西，但是他们说不能卡东西，但是我是贴在小门口的，没有贴在大门口，大门口是不能贴的，我们这因为是套房嘛。我没有小五的手幅呀，有没有人愿意施舍给我几张小五的手幅呀？我甚至还在闲鱼上面看有没有小五的历届的以前的手幅。别呀，我主要是没有。真的吗？耶、yeah, 毛巾也可以啊，可以啊，但是我一般是对手100，太贵了，不行，太贵了。真的吗？真的吗？哎呀哎呀，不错。静最近会给我整个好东西。什么好东西啊？90出你去八闲鱼80收，你是懂的。不不，啊，给胃口、哦，这真的是好像很抠呀。其实我还挺喜欢 Battle Cry 这首歌的，它好有那种，它好燃呢、啊。全套19年以前的升级，天哪！还有这种好东西，天哪！今天播到几点了？我在思考这个问题，先播着吧。的确，就是这种开头，它就很像以前的老歌的感觉，就是开头就开始很热血的那种感觉。我几点播的？我8:05左右播的。其实，哎呀，关于我很早开始就到了 KPI， 但是我还是在每天播直播这回事情。嗯。看我直播都快睡着了，我直播好像其实挺闹腾的吧，播到20:05，8:05已经过了，晚安。
播到几点这种事情还是我自己决定的啦。嗯。好像是会经常无意识的这样。谢谢蛋糕饭的恩助，就是我睡觉都会哼哼唧唧的，哼，我就是之前的室友和现在的室友都说我现在我就是睡觉睡着睡着也会哼个两下。可惜不能看见你们聊天记录，来24小时直播，天哪，那我不睡觉了，我直播卸个妆，然后我再直播化个妆，我不磨牙，那是小幼崽才会磨牙，我都已经是8岁了，不会磨牙。什么叫小猪都是喜欢很急的，才不是小猪呢。谢谢赖姐的七个绿色棒槌。啊，小柚子不会打呼，我好像的确把他吓到过，因为我睡醒了我会哼哼，就会我睡醒了是会很不爽的哼，然后我睡觉的时候是会无意识的轻哼。我会突然蹬腿这种，打呼倒是不会，我睡觉闭着嘴巴很安静的，对，我有起床气的，就是。我睁开眼睛之后会在床上打几个哈欠，伸几个懒腰，然后再哼几个一段时间，就是很不爽的那种在哼，很无力但是又很不爽的哼，然后睡觉我是会睡着睡着哼哼唧唧几句。什么叫手很肌肤，哼唧的时候一般伴随着伸懒腰，我伸懒腰是一定会哼唧。我都记得，我之前看占卜师的时候老喜欢这一套衣服了。睡午觉好像要被查水表强制下播的吧，我不知道。现在还能这样吗？播就行，你们帮我看一下。直播睡觉会被直接关房间的。卡那个 bug 是吧，只说了不让直播睡但是可以电台是吧。真的假的，真的假的，这么好呀，上麦笑死。好吧，我相信你。说实话，我就是为了我晚上的睡眠质量，我特地今天下午没有睡，然后再忙活。有人电台着睡着了，哇哦！
想，我这个叫什么呢？叫丹马尾，但是好像……对啊，是这个吧。想试一下能不能炸大马尾。晚上好。好恐怖啊，好恐怖啊，天哪，好恐怖啊，天哪，这个直播间有点可怕。有没有正常人啊？好可怕啊，救命救命啊，有没有正常人啊？好恐怖啊，这个直播间还有正常人吗？好的，水煮乳片，好的好的好的，让我知道还有正常人的存在就好，让我知道我的直播间里如果还是有正常人的话，那我就放心了。我大马尾吗？那我下周大马尾吧。怎么妈妈也开始了呀？没有正常人，有的有，是有的。斜马尾，我是想大概扎到这个位置的，然后一个马尾。怎么蛋椒饭也说没有了，好可怕呀。这比让我昨天素颜直播那个视频翻牌的还吓人。好想当周同月小姐的狗。宝宝名字打错了，你知不知道现在蛋饭名字顺序打错了的话，那就是另外一个人了。但凡名字打错就是另外一个人了。我是真的挺想扎个穿到这边，下周就这个造型了，下周一定。好的，好的，好的，下周一定，放心。怎么龙龙也开始喊妈妈了呀？龙龙，阿爷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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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喜欢阿爷妈妈呀。救命啊，救命啊，这个直播间还有没有正常人？龙龙妈妈，龙龙妈妈，妈妈范范乐乐，妈妈范范乐乐乐乐，晚上乐乐乐，龙龙妈妈乐乐。MC 扣这个是不是很炸呀？但是如果是我的话就是很正常。浪，太浪了。嗯，你撑死了，我饿了。嗯，别喊老婆呀，别喊老婆呀，喊我老婆了，那小慈怎么办呢？给你胳膊咬两口，我谢谢你。妈妈龙舟饿饿。西蒙龙舟哥哥，不行啊，这有点，这才是真的骗鸡腿好吗？哦，我懂了，西蒙就是想让我喊这样，西蒙就是想让我说西蒙999哥哥，一定是这个意思吧？我知道你想让我对你喊这个的，但是你也可以直接送的。喵子999哥哥，喵子不在啊，喵子人呢？喵子不会给我切盘去了吧？别呀！我本来以为我头发披萨会很 A， 没想到好像扎起来好像效果会更好。这个造型叫双马尾，
三马尾吧，三马尾。好可怕耶，好扁桃，我好扁桃呀。高马尾，可以，高马尾，哎呀，也不是不行。我们俩才不打架呢，我们俩是和谐相处。我双马尾过啊，我上一场我去助演的那一场就是双马尾呀、啊，我再上一场也是 double， 要跟丸子也是双马尾。快在这听完一场命差了，的确还有最后一首曙光，就一首命一场命差了。我跟小慈是不可能打架的。助演我是扎了两个，就是他们两个人的原本音乐。啊，我这个发色真的好合适呀，能不能把它成半永久的，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能染头发，只能假发片，假装这是我染的头发。我其实一直想染一个挑染的，然后就可以假装这是我自己的头发，因为它的确是搞个蓝色挑染可以，也不是很粉啊，只不过这边光线的原因会显得很粉。我也觉得，但是一般都是假发片都是藏在真发后面混在一起的，就不会显得特别颜色特别深。我也觉得我的粉丝是真的扁桃，但是也是有正常人的啦。对，我也觉得假发片就很好看，它又可以显发量，又可以增多我的发量，然后呢不方便，还可以不伤我的发质。就是我发质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是很柔顺，特别柔顺的，然后每周做个一次两次的造型，然后就开始发质就开始没有之前那么好了，然后我就开始用护发精油了。我以前还没有用护发精油的习惯，现在是头发太毛糙了不得不用。他们在群里搞你什么呀，他们要带明天的 flag 吗？谁搞你就让他们谁带明天的 flag， 看谁还有没有，看他们还搞不搞你，那他们会更乐意搞你的吧。没有赖姐我们活不了一点，怎么了？赖姐是你们的妈妈吗？那我的妈妈呢？我的阿燕妈妈还在吗？我的龙龙妈妈还在吗？我的又怎么在疯狂打哈哈去？这就是我下午没有睡觉的原因吗？呀，曙光，曙光。是的，曙光。我觉得我只要，哦对，说到发质的问题，我觉得我只要不染发不烫发，我的发质就可以继续保持很好。
我现在其实特别喜欢，因为我的发色它是天生的，是有点偏棕的那一种，我是遗传了我爸爸的那种有点偏棕色的发色，然后我特别喜欢我天生的发色。有个是选择命差的 MC 哪一场呀？在放什么歌很好听？一看就是没有看过公演的。就是那个最后的曙光，对，能不染就不染，原皮圈子就开源了。好的，一会儿发我私信。但是说真的，我好像最近也没跟源，但是下个版本要复刻星海，我要抽专武。下个月还有下个版本，好像还有伞兵，我要抽。考试或者上学的时候经历过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让我想一下。数学考试睡着，150分的卷子考过20几分，十几二十几分，好像这是我的日常，那是初中的时候。睡吧，晚安。其他好像还真没啥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半斤八两。你又回来了。150分的卷子我是真的考过10几分，我150分的卷子我十几分真的考过。数学150考过24，这么高的分数，天哪。就是我初中的数学好像就没怎么及格过。什么？我教隔壁了什么什么东西？隔壁说什么了？隔壁说啥了？痒死了，痒死了！隔壁也在骗鸡腿。等一下，我为什么要说野？他怎么骗的？教教我。找到了第二个让你摩托熄火的女人，我怎么了？我怎么了？需要我救火吗？他在起名字缩写，这怎么骗鸡腿啊？能不能教教我？他叫你童，你是童吗？那你是吗？熄火怎么还需要救火？田替救火。自己找个灭火器拍张照片就好了。你好呀硫酸，你好呀童，你是童吗？你是童吗？你好呀，你是吗？建议下次发照片发房间。真无语啊！传送之歌我会跳来主，但是我是跟着公演吧。我们在说硫酸要送给我跟隔壁一人一个马卡龙，毕竟上次已经给小周送了，我跟隔壁应该也是有份的吧。既然话都这么说了。我们的铜不会不给的吧？可以给我 buff， 可以可以。阿言老师，小窗，你一路摩托一路熄火2次，然后挂着我的直播又熄火了，天哪，这么恐怖！你去给隔壁送的我呢？我也要，不行，那次是07的。那次的我已经吃完了，他已经是07的了。隔壁那拿的饼干给我，可以啊，谢谢楼上的奶茶，怎么了？就请我喝一杯奶茶。
给我个奶茶意思一下 ，Leo。谢谢一起的玫瑰花。看我的向日葵，向日葵，向日葵。我也有，我还有一只，但是它已经有点噎掉了。扶个手机还有喵，没有。向日葵。哦，我对了，我现在的大门其实不太一样了。我现在的大门，等一下。哼，等一下，看他，看这个。好喜欢这个呀，好喜欢这个向日葵的呀。然后就是把它就是卡在这里，哎呦呦呦呦，就是把它卡在这里了。然后那个姐姐就是我们的助理姐姐过来就在说，子豪门口好大一个王一柳，哼。隔壁也和我学会骗鸡腿了，怎么会这样呢？才不是我教的呢，我怎么一个后辈教前辈啊？手灯和小卡在我家里，我带回家了。我还有这个，我怎么就给隔壁带坏了？隔壁怎么骗的呀？给他爱，啊，可好看了，好喜欢呀！谁会拒绝？没有人会拒绝王一柳，太好看了，我的宝，太好看了，我的柳，太好看了。我没有歪屁股，没有人会拒绝王一柳，没有人。我直接看活人不好吗？的确，我可以直接去看活人的，但是好看，莲藕真的是，太好看了，好看啊！五博还可以拒绝，并且拒千里之外，那他拒绝的是我，不是王一柳，无语。视频发我私信，好的。对，美工太神了，真的很好看，像小天使一样。嗯，我就觉得我现在把我的房间布置得很有家的感觉，对，一体同心，不是野生，是真一家人。我的一六妈妈。谢谢愉快了的奶茶，好可爱的头像啊，这个头像好可爱。谁衣服洗好了？我室友的，但他不知道去哪儿了。我现在其实特别喜欢我们套间的那个走廊，就是鱼还没加完班。我就不住宿，我是走读的，就是建议拿出来否则会有霉味。它是在烘干，就是我们那里的走廊现在很适合，就是我现在就是放了一个那种顶天立地的，也不是顶天立地，它是那种一的干的架子，然后我那些衣服我就是晾在了外面走廊上面，很方便，特别方便。怎么了小生，小生这个 ID 是怎么了呀，怎么了我的小生。套间和旧中心房间大小差不多，没有吧，其实也是挺大的。小生怎么了，小生和 Leo 我一起安慰你们。你也破大房了，你怎么了呀？
明天我不是这个队的，我不是这个队的，我明天在中心睡大觉，我不是这个队的。罪魁祸首啊，发生了什么？没有，可以说了，已经无所谓了，其实只要不明说就行，这个已经无所谓了，因为他们两个 H 队的已经在房间说了，对，我明天要上 T 队的公演。对啊，已经排除法了，但是还不能明说，但是已经排除法了，所以大家现在都只是一个看破不说破的状态，只要不明说就不会被扣工资，哼，只要不明说。对啊，我明天就是要去上 T 队的公演，明天那个午夜场，明天凌晨场，祝我 Team T 的首演快乐，棒槌呢？首演荧光棒呢？首演呢？荧光棒呢？我好爱 T 队，是的，我是 T 队唯一的 C， 哼。对，只要我不蹦出那个字母就没事儿。现在大家都只是一个看破不说破的状态，只要我不蹦出那个字母。哼，我发现这个蚊子在我的膝盖上也咬了一口，真是无语，我膝盖那么多淤青，它在我的膝盖上咬了个蚊子包。哼，好无语啊。活血淤青，活血化瘀，你是懂活血化瘀的。对啊 ，FT 荧光棒没有，下次再有应该就是爱豆 FT 的荧光棒了吧 ？FT 荧光棒没有了，也清洁了。燕子和哪个妹妹出去玩呀？哎呦，是我燕子和哪个妹妹出去玩呀？我是不懂，我膝盖上那么多淤青，他对着我的淤青上面咬了一口，虽然就是很小一个包。这个蚊子它咬我都是很小一口一个包。对，我循环到了十支卷的那个歌单。我们都不认识。哎呦，叶子怎么有妹妹了呀？淤青里面有血。好优雅的蚊子，它就是都是一小口一小口咬的，然后咬了好几个。然后它咬在我的淤青的上面，我这块淤青还挺大的，我膝盖上有一块挺大的淤青，它咬在了我的淤青上面，我真是无语。哼，昵称已不能维控已存在，哎，这是什么昵称？所以说活血化瘀。那我是不是还得谢谢一下这个蚊子，它刚好咬在了我膝盖正中间，导致我现在就是跪做地板动作，我要是跪下来的话我都会压到这个蚊子，快太难受了。北方蚊子嘴小，可是我们这里是南方哎。吃饭都想着吃，生怕吃不到第二碗，不像我吃硫酸给的马卡龙都得排队吃。喷涂式的防蚊也可以，待会儿去买，待会儿去下单。啊，太难受了，我特别讨厌这种雪上加霜的伤口上撒盐的伤口，就是比如有些蚊子块还会咬在我的伤口上面，然后就导致我一压到那个伤口，我还会压到蚊子块，真的很讨厌。然后我不是过敏嘛，就是患季节过敏嘛，然后也是，哦，原来是因为给我吃了没给他吃，好吧，对，就是又痛又痒的，你又不能挠他，因为他已经是伤口，他已经就是结痂了的那种感觉，就是已经是伤口了，已经出过血了，伤口已经裂开了，然后再来个蚊子块。那就真是雪上加霜了，好讨厌这种蚊子啊！他们怎么下得去嘴的呀？天哪，在向伤口上面咬，他怎么下得去嘴的？这蚊子也是扁桃吧？我真是无语。对啊，过几天要下雨了。
上手比较嫩吧，我都是不愿意直视我的伤口的，这蚊子直接一口咬下去，我就更不愿意面对它了。嗯，可能这个蚊子是扁桃吧。但是的确伤口那一块的肉因为是新长的嘛，然后可能那一块皮也是新长的嘛。什么刘三要给我送十个荧光棒，我要绿色的。哼，谢谢刘三的荧光棒，说都说了不会不给吧。谢谢刘三的十个绿色棒槌，谢谢刘三。哼，蚊子也想，哇，我这么好事啊。对啊，这里十二斤还少吗？谢谢叶子的十个荧光棒，叶子荧光棒，谢谢叶子的荧光棒，谢谢叶子的，对，今天这么良心。谢谢塔塔的十个荧光棒，谢谢叶子的十个荧光棒，谢谢。哼，叶子甚至给的是幸运的队伍，我真的哭死。唉，唉，叶子给棒子都是给的幸运的队伍，太甜了吧！谢谢龙龙的十个 G2， 十个 G2。哦，对了，我看破不说破，好吧，那就继续看破不说破吧。那就谢谢叶子的三十个荧光棒了。啊，真的吗？谢谢硫酸的一个蹦迪，谢谢硫酸。谢谢叶子的三十个荧光棒，然后也谢谢硫酸的蹦迪。对，那么让我们先谢谢夏奥的十个荧光棒吧，谢谢塔塔的十个荧光棒。天哪，我感觉我学坏了一样。蹦迪是什么？哦，那就谢谢硫酸的荧光海吧。十个叉能不能把我叉出直播间？想想年纪不要得寸进尺，好吧，那明天继续。不是不是。哎呀，谢谢硫酸的荧光海，谢谢。张一婷粉丝真甜，是啊，龙龙也挺甜的，我越来越会了。哎呀，怎么就失去你了呀？哎呀，硫酸，你是不是挺想看我今天这个造型，给你那个发个视频翻牌的？或者你是不是挺想我跟你说一个那个语音翻牌的晚安的？谢谢我的捏脸风，好吧，给都给了，那我就满足一下吧。嗯，哦，我怕等会捏红捏肿，他是，下家八连上付费的，下家八连更贵。谢谢龙龙的一个龙舟，谢谢龙龙的龙舟，知道我脸是真的了。那我是不是还得用力揉一下来证明我的脸是真的？谢妈妈，哎呀妈妈，妈妈妈妈，哎呀妈妈，不想看我去隔壁接着被骗鸡腿了，笑死了。谢谢阿爷妈妈，你说妈妈你来就来了，怎么还给我带那个？带几个荧光棒过来呢，你说你来就来嘛，怎么还带礼物来呢，真的是。什么，谢谢阿言妈妈，我知道你就是很想我，但是你别太想我了，来看我就可以直接来的，怎么还带礼物来呢，这多不好意思啊，那我会害羞，我会那个觉得不好意思，那我会更喜欢妈妈的，虽然已经很喜欢妈妈了，但是看到妈妈过来看
找我看我，还给我带礼物，那我就更喜欢妈妈了。谢谢阿姨妈妈，都洗完澡了，我咋还在播？还好啦，谢谢绿色的阿姨妈妈的99个绿色棒槌，绿色的送绿色的，真是太甜了。好喜欢我们阿言妈妈呀，想想年纪一套一套的没有啦。好喜欢妈妈，妈妈太甜了。kiss kiss。 棒槌请拿来翻翻牌。好的。我在，你不懂叶子，你不懂，你已经是12级了，你不懂。我这是妈妈在我这边，然后我就是陪伴助力我们的妈妈养成12级账号，你不懂，你已经是12级了。妈妈今天被我磕1000个了，多好，妈妈半天在我这里就4级了。小 Z 你看看，哎呀，妈妈半天就4级了。你说你是不是得快到5级了呀？如果今年27会被我迷得倾家荡产，真的吗？不会吧。你这4级刚到，你不是说你快到5级了吗？不愧是我们妈妈。来姐，你想不想赶紧升到12？来姐，我来替你那个助力你升到12级吧，明天变5级开卷了。哇，马上妈妈就要追上来姐的12级啊，不是来姐的8级和塔塔的8级了。天哪，妈妈，来姐早点12级。龙龙，我记得你也有个小号的来着，那个小号好像才1级还是2级呀？你想不想也赶紧升个级呀？3年级才八，3年才8级，我可以帮你代冲到12级吗？不行，你注销了，你再注册一个。注销了，这还不简单，再注册一个呗。不然肯定被我骗进去。就是拿着12级账号不太好意思给我送礼物是吗？没关系的，我不会 care 你的12级的，就是如果你送礼物的话，你在我心里中你就是那个，就是我们等级最高的，没关系的。很无语，等我毕业所有号都12级。龙龙，你真的舍得走吗？你走之前难道不应该给我留个念想吗？真有意思。好的，谢谢龙龙的五彩神。是啊，现充之前8级，看我一个月之后还是8级。其实也是圈你一个的啦，毕竟想念鱼鱼替你送6。没事，鱼鱼还在加班，等他，等我毕业。但是口袋好像最高也只有12级，等我毕业估计大家都金盾了吧，都不止金盾了吧，都是金盾上面还有一个红色盔甲了吧。怎么会不缺你这一个呢？毕竟我们小季是要在我这里养成12级账号的，那张一婷肯定是要，这么既然张一婷这么喜欢小季的话，那肯定是要满足一下我们小季的了。所以说，留一个红灯就不错了。那姐想不想赶紧打破8这个数字？想不想赶紧到9？九的话，意义就是可以和张一婷99的意思了。所以你觉得是不是我们要一个吉利一点的数字，就是到9级？就是9嘛，代表着9，再配上你现在这个 ID， 就是意思就是会和张一婷99，这个意义都是不一样的了。
鼠，你真的是，哼，哎呀，松鼠，你说你来都来了，你都看了这么久了，是不是也得，就是为了让张一婷更想念你，就是万一你下一次直播不在，然后让张一婷心里也想着你，是不是也应该给我留下一个念想呀，松鼠？你看，你这周不是也上了我的粉丝榜了吗？上了吗？应该上了，没上也没关系。我就说你，我说上了那就是上了。嗯，就是我们可以继续待在我的榜上面，多好呀！就是这个 top 16的位置，在一个就是一个27选登顶的。你要这么想，你现在上榜了，然后继续保持在榜上，你就是将来，你就是在一个将来马上27选要登顶的那个大 top 的那个房间里面，你到时候就可以跟别人说，你曾经上过在这个夏侯香刚出道的时候就一直霸占着这个夏侯香的榜。为什么是27选？因为我生日是27号，所以就是27选。实在不行的话，我毕业那一年呢也可以啦。那这个不重要，当然如果你要送我27个荧光棒的话，那我也是愿意的啦。进贡献榜 top 16有汇报单吗？当然有啦，在我这边会显示的，而且我其实每一周都会截图的，所以我就真的是那几个匿名的。谢谢松鼠的 G， 我不知道你这是什么意思，但是你一定是意思就是说这还有什么意思。谢谢啦，姐的27个荧光棒。心思，哎呀，小声在哪里呢？小声的一定是在张一婷的碎的不知道多少颗星的其中的一颗星里面吧。那么你说小声来都来了，来这睡觉，你来这睡得着吗？汇报单是指 MV。16个位置我刚好可以排个站位。小七那边催眠，你为什么不去他那边睡，要来我这边睡？我这边头一次感到发弹幕是这么多危险。没关系，西蒙，我知道你也想送我那个27个荧光棒的，毕竟意义就代表着爱我。对，就是先谢谢你的27个荧光棒了。对，什么颜色就看你啦。有个消失的人开播了，是谁呀？在这边真的睡着那也不一定了。我生日没有错了，我生日是27号，1月27号。什么？你要送我127个？那也不是不行，但是好像荧光棒的上限就是99，所以只要送27就好了。对啊，你看我话都说到这儿了。怎么是这样呢？怎么会这样的坏？怎么会这样呢？没关系，那倒过来，我7月21号。我生日来姐要127个发电的，天呐，被电麻了！谢谢来姐，要被电麻了。27选给我当单推王，谢谢西蒙的27个 H2， 谢谢你。真的吗？虽然我的18岁生日已经过了，但是我的19岁生日可以和大家一起过。那19岁生日的时候也不要送27个啦，送19个就够啦。这样在这待到27选，没问题，没问题。塔塔，
别忘了我把你当 pro 的提成还你。很好啦，打了个看在大家都是朋友的面子上面，给大家打个折，在座的各位一人27个荧光棒。哪有提成？是吗？你要给我提成吗？那其实也不是不行了。刚进来就看到我在诈骗，没有。哇，于心，加班结束了吗？怎么了，于心？怎么刚进来？看在大家偶像和粉丝一场。刚结束哭色，那你还是先好好回去休息吧，我明天再来，那个明天再 Q 你，你先回去好好休息吧。谁跟我粉丝一场？大家浪的小偶像和小偶像一场。哦，我是你妈咪，好的妈妈，好的龙龙妈妈，看在我们妈妈一场，明天看公演没空，怎么这样？哼。那就先谢谢于心的99个荧光棒了。本来是想着看见你给我带了127个荧光棒来的，但是我觉得吧，幻想一下明天看差了，的确，什么叫发电我帮你实现？我明天也看公演，在线上看。哎呀妈妈，待会儿见。它掉了。谢谢松鼠的99个 N2 的荧光棒，谢谢松鼠，就知道我们松鼠最好了，来看我还带着礼物来看我，太甜了。这就不得不让张雨婷就是开始念想我们的松鼠了，谢谢松鼠姐姐，谢谢我们鼠鼠。哼，雕龙你看看人家，龙龙你看看，龙龙妈妈你看看他们，你看看人家啊，真的是。什么叫又在骗？瞧你这话说的，就是龙龙只会欺负垃圾，送礼物多身份，什么你要送我分那也是可以的，谢谢龙龙的9分，不要999也不要99，只要9，一个9就可以足够让我们99，那就让我们先谢谢龙龙了。好的，晚安。好累啊，好累啊，我也累了。原来拿鸡腿是这种快乐的感觉。它这个味道好好闻。我发现我这两天好像基本都是睡到自然醒的感觉，我什么时候送你们一些鸡腿？下次握手会的时候，我要不买几个鸡腿给你们吃吧？那个，倒也不是不行，或者把口袋的鸡腿打印下来给你，过年肯定发呀。什么？硫酸又要送我马卡龙了？天哪！我上一次前两天的马卡龙刚吃掉，怎么又要给我送马卡龙了？其实也不用马卡龙的了。其实我们要一个那
个一个蹦迪就足够了的，马卡龙吃多了需要消化一下的，我们一个蹦迪就够了，送一个就要送三个，所以说嘛，马卡龙吃多了要消化，所以我们蹦迪一下就好了。要骂骂的，怎么还提上要求了呀？不懂我在说什么，没关系，我可以再重复一遍的。但是我觉得你应该对跟张一婷心有灵犀，你应该是知道张一婷在说什么的，对吧？好的，好的，慢慢的，我会下次点慢慢的外卖，然后吃给大家看的。我今天造型应该没有人发视频翻拍吧？应该没有吧？那结束了，我就去卸妆躺床上了。真不错，突然想吃麦麦了，怎么办？但是，哎呀，主要是最近中心的盒饭也挺好吃的。没有啦，就是因为我是挺喜欢我今天的造型的，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也喜欢今天这个造型的。但是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给我发视频翻拍一下呀，留念一下我这个造型呢？如果没有的话，我就下播就卸妆躺床上，然后回翻拍了。给我玩会了，什么东西给我玩会了？今天可以视频，今天翻的。虽然银河姐姐是的确，银河一杯姐姐的确是要，的确是一段时间会就会给我发个视频翻拍的来着。什么东西啊，怎么听不懂呢？不行，我待会儿要去补一下隔壁的电台，他怎么转鸡腿的，我待会儿要去补一下他的电台。哦，还在直播呀，那没事了。那不一样的呀，昨天的是素颜的呀，那今天是做了造型的呀，今天是下午公演结束回来做了造型的呀，那今天不一样的呀。隔壁在讲恐怖故事，那我还是不要去看了，有点可怕。天哪，好感动，现在我一说隔壁大家都知道是谁了。昨天超甜超可爱，难道我今天就不甜不可爱了吗？昨天一张口就是夏天来了，就过来玩火，原来是这样。哇，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在我这里被吓到，我这边那可能吓掉的不是你的魂，是你的鸡腿。啊，好累啊。刘三在隔壁用了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是应许之地。哎呀，马上可以看应许之地了耶，马上可以看应许之地了，终于有新歌可以听了。是的，这是我一锅里面最喜欢的一首 UNIT。 刘三今天用掉了多少鸡腿？不，只不过就是想听新歌了，因为每年我就是在忙，就是忙学业，没有怎么关注和的那两年，就是每年盼着的就是新歌。但是那两年我最盼着的就是新年单，但是那两年但没有新年，但新年但没有新歌。今天画质怎么了？瑞平新公演我没看，我没有，他们那个三个人去看总裁了，羡慕，我都不知道。但是我新公演路过排练室的时候有听见那个片段，我是觉得是我挺喜欢的曲风，就是反正我是打算看一下首演的。近三天花了多少鸡腿啊，天哪。什么
哼，为什么要我翻译？看头像上面写着什么？哼，我看不清。何苦为难一个已经毕业的高中生？虽然我好像也得考四六级。哎呀，不愧，因为我是知识最丰富的年纪，但是我现在满脑子里只有舞蹈动作。可以翻译一下你的头像做个练习。Say goodbye, sayonara, say goodbye。写着了，我张一婷，真的吗？我还没看。艺术类不用考四级，真的吗？我其实是打算考个 N1 出来的来着。但是考四六级考的话也方便。哼 ，N1 有点猛，的确我慢慢考上去了。没考四级就毕业了，天哪！四六级没什么用吗？可是如果要，但是好像的确考试费是挺贵的。一刚入门，可爱。哼，让我想想，我播到11点吧，11点之后我要去回翻牌了。不知道会收到谁的翻牌呢？不知道今天下播之后打开我们的翻牌会收到谁的翻牌呢？哎呀，其实好像有一个学这个国家语言最好的办法，就是你去那个国家生活一段时间，你会被迫的学习到一些，很自然而然的去学习到一些话。没话我可以给你憋出来60秒，可以是可以的。可以倒是可以的呢，我可以给你唱首歌。你想听什么？你可以，我可以给你深情并茂的唱一首歌，然后面无表情。对，翻盘，语音翻盘老师会吞时长。哼，毕佳佳，叠语言毕佳佳。所以说最好的办法其实就是你去那个国家生活一段时间，你就自然而然的就会了。妈妈啊，避孕的鲤鱼怎么就是你的了？我的。鲤鱼姐，鲤鱼姐是鲤鱼是，但是在一个国家待久了会丧失原来的鱼种的功能。他就没学过，硬生生听会了。是呀，他就是去那边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硬生生给听会的。中文模组缺失，对的，会丧失语言模组，会把词混在一块，中文英文一起说。我好像有段时间学那个日语的时候就是这样的。
就是会丧失语言功能。我能扎大马尾回视频吗？好像大马尾造型要留着下周公演，不然现在就这个造型的话，那么下周公演是不是就没有新鲜感了？马上就可以看到鲤鱼了。是的，散装日语，我也是散装日语。周日面试还没想好唱哪首歌，什么语言的。学日语的时候被日教带的见人就鞠躬，笑死我。散装上海话可还行？的确，日本那边就是礼仪，很讲究礼仪的。不是看困了，我从刚开始就开始打哈欠了。哼。啊，在听个什么？听见舒缓的歌，就容易听着听着睡，就是听着听着就困了。就好像看着喜欢的小偶像，看着看着就忍不住送两个荧光棒一样。哼。哇，我现在的话术好会啊！我现在的话术也太会了吧！天哪！被我玩会了，这个口袋被我玩坏了。天哪，这个口袋被我玩明白了。天哪，不是谁不认识我，怎么这样？保持住入门了。好的，我入门了，挺会的。但是你看有人啊，天哪，怎么没人理我呢？可惜就是没人理我，你说是吧，红玉米？你说是吧，玉米？是吧，于心，你说是吧？谢谢于心的两个插队插两个绿色棒槌，谢谢阿言的妈妈的绿色棒槌，谢谢丸子的绿色棒槌，拜拜晚安，谢谢米德 C two 和 G two 怎么了？现在就是看 C G T 了，就是本部的荧光棒都不送了是吗？现在就是因为看新人了，所以压根就不送本部的荧光棒了，是不是？哼！谢谢西塘的两个绿色棒槌，谢谢 Leo 的99分。现在应该直接哭，那太会了，那不行。哼！于心你好会啊，你入团吗？于心真是无语。哼！嗯，你们好会啊，你们怎么比我比一个小偶像还会啊？你们入团吧，要不入团吧，这么会入团吧，真的是啊。那就66吧。好的好的好的，谢谢你的提醒。打个喷嚏是不是我在骂你？没有，就是我在想你，就是我也在想我们的六。哼，不不不不，是的，是我在想你。嗯，羡慕死什么呀，雨欣，你在羡慕什么呀？哼，哦，
发现我的这儿还能扎两个双马尾。谢谢黛玉的两个绿色棒槌，谢谢棒槌。我小子还在播，我小侄当然还在播啦。因为我准备播到11点的来着。哎呀，我突然就是看我们房间的这个灯光越看越顺眼了。我开的是顶灯的光。我今晚不熬夜，我今晚一定早睡，因为我已经困了。我就是为了今天晚上早点睡，然后有一个良好的睡眠质量，所以我今天下午特地忍住了没有睡。是的，今天的光很亮，我还挺喜欢这边的光的。怎么了，塔塔？昨天晚上我忘记了谁啊，好像就是妈妈。在我睡了，在我说口袋说晚安了之后，发了一个翻牌说 test 一下我睡了没有。你说我这是回还是不回呢？当然我最后还是回了。我真的是，对，还专门 test 一下我睡了没有，坏死了，坏，坏，好主意啊！他就是在我说晚安之后给我发个翻牌 test 一下我睡了没有，被你们给玩明白了是吧？是啊，妈妈太贴心了。我当时就在想，我这是回好呢还是不回好呢？然后最后还是回了。然后呢，在你之后还有几个翻牌，然后就是我想着回都回了，那就一起回了吧。test 出来我就死定了。那我都是按顺序回翻牌的呀，那我总不能就是跳过你的不回吧？我那我要回，我肯定就都回了呀。我怎么了？我怎么了？怎么你就哭死了？我怎么了？怎么了呀？怎么就哭死了呀？我就是因为不能跳过嘛，因为我回翻牌我都是按照顺序的，从下往上的那种，就是谁先发就是先回复谁的，按时间顺序的那种。我又不可能跳过一个谁的不翻，然后继续翻下一个，又不能这样。那回了一个，那肯定就要多回了呀。那就那不不不不。不我什么都不知道，张一婷什么都不知道。不不，张一婷什么都不知道。今晚你要 test 一下。不不，怎么可以这样呢？怎么可以这样呢？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那也没有熬夜啊！哎呀。那我又要陷入沉思了，那我是回好呢我还是不回好呢？真的是。哦，然后半夜醒来回，我觉得我半夜醒来回我更要被刻薄，更要被谴责。半夜 test 真坏，太坏了。这是什么东西？这是跟隔壁学，隔壁让隔壁跟我学睡，早点睡，早睡早起。
半夜想我了。哦，那半夜想我了，当然可以给我发个翻牌了。那我早上醒来看见，我也会很开心的。浅睡眠醒了回翻牌，然后就可睡不着了。我会这样的。的确，我就是啊，我睡眠是真的浅，就是别人说悄悄话我都听得见的那种。刚隔壁学校200字小作文考大学的，那我觉得我还是不要收到这个200字的小作文了吧，毕竟我要做个乖小孩。就是人晚上说话的声音我都听得都会醒，都听得见，而且关键是我还记得住。那我当然是乖小孩了。唉，人老了是该早点休息了。岁数大了，对，人老了是该早点休息了。我已经05年人老，人老珠黄。那为什么有人进我房间？我知道有人进我房间，昨天龙姐进我房间我知道的，但是我不知道是谁，因为我的床是，我床睡觉的地方是有死角的，他们在我现在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我床头那边我是看不见人的，但是我是知道有两个人在。还要跳到80的是啊，80跳不跳到没锁门，我们房间是那种密码锁。跳不跳到80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现在要下播去回翻盘了，所以晚安，拜拜。我也下播去回翻盘了，拜拜，晚安。不要被我看见今天一堆人在 test 我睡觉了没有，真的是。拜拜拜拜，晚安，谢谢豆豆的10个绿色棒槌，晚安哦，test 启动是吧？晚安。